大家有没有听过热狗？他是我最好的妈鸡啦！跟着我的节奏，跟着我的节奏，一起摆动，呀 ！PK。同学，上课时间就去上课啊！啊！我下课时间也没有在下课的、啊。有没有看过屁孩啊？你知道吗？架在这地方看到吗？你看我架在这个地方吗？你驾得了吗？你驾驭不了啦。怎样？我我被人家欺负了，我告诉我干哥，干哥，我是干哥。我告诉你，上电脑课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学电脑，我在打地雷啦，我在打地雷啦。怎么样？打地雷你有玩过吗？爆爆爆！吓死你们！很多人都问我小小年纪为什么黑眼圈那么深。我告诉你啦，因为我很坏，晚上我都没有在睡觉，熬夜怎么样？我熬夜，很凶吧？很凶吧？小弟弟，你这鼻子过敏的药，一天照三餐吃哈。我是熬夜的啦，不是过敏啦，我对你过敏啦。我半夜睡不着觉，到屋顶哼歌啦，怎么样？现在是凌晨啦，我不睡觉啦，我就是不睡觉啦。凌晨啦，我躲到这房间里面啦。我跟你讲，妈妈他们都在睡觉啦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我读 purple 啦，怎么样？叛逆吧，叛逆吧！我读 purple 啦。妈妈叫我学数学，我不要啦，我就要看 purple 啦。王小弟，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啦，你下次再敢说什么我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懂，你就试试看。最近我认识一个校外的哥哥啦，他问我要不要加入他们帮派啦。我跟你讲，我直接加入了啦。过不到几天啦，我学会口风琴了啦，他们是口风琴帮的啦。有听过妮妮吗啦？小明啊，坐在我隔壁的小明啊，我现在跟你讲啦，你今天很会打小报告，对不对？你跟老师说什么？说我上课放屁。我今天告诉你啦，我肠胃炎啦，忍不住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下课我们约在走廊，好不好？就看你会闻不到我的屁。今天打篮球的时候，隔壁班的害我手指头吃萝卜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就带东西来报仇。我今天就让他好看，我请他吃苹果。我跟你讲，我手若痛风，我找你。我是 King 小弟啦。明天学校要检查服装仪容啦，教官说了啦，说我头发太长啦，说明天看到我的时候头发不可以过眉啦，说过眉他就让我好看啦，我明天就让他好看啦，我有我的办法啦。怎么样，教官？怎么样？我头发没有过眉吧？啊，我眼睛过头发了啦，怎么样？你可以这样子吗，教官？教官，我会吧？别再晃了，好晕了啦！大家好，我是 King 小弟啦。上次我的一个影片啦，被那对夫妻上传到他们的粉丝专页啦，结果咧爆红。爆红之后咧，还有什么经纪公司说要签我啦，叫我拍 model 卡啦，要拍6000块一组的沙龙照。你以为我5岁哦？我6岁了啦！我越讲越气啦，我要先来一根了啦。今天的体育课是羽毛球课啦。昨天晚上呢，我还特别跟妈妈说要记得帮我带羽毛球拍。结果我今天去学校的时候打开，还有被笑，他给我带电蚊拍啦，是要打电光火球、喔。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发型？这是最近最流行的发型啦，我们学长都这样子啦，我在模仿他啦，我介绍给大家认识啦。大家好，我是 King 小弟的学长。我的外号叫小秋啦，为什么大家叫小秋？不是我很秋，我秋天出生的。我跟你讲，那一天啦，我跟人家聊天啦，有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说什么啦？说你在大声什么啦？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吗？我跟他说你在小声什么啦？怎么样？可以吧？看我这发型啦，今年最炫的啦。我吹多久？3.5小时啦，我吹到迟到啦，被罚站，再走啦。今天二班的同学跑过来跟我炫耀啦，说他表哥很嘻哈，嘻哈界的啦。我跟你讲啦，嘻哈界的我认识一个最嘻哈的啦。大家有没有听过热狗？他是我最好的妈鸡啦。我叫他出来唱首歌给你们听听啦。热狗。哟，大家好，我不是马子狗，不是单身狗，我是嘻哈热狗。嘻哈吧，哟，切起来哟、哦，跟着我的节奏。我
个喽，你看我的手势啊，看不到，因为我没有手。哟，闭嘴！耶，闭嘴了哟，我今天闭嘴，但我还是一个热狗。这最后一页，我想一个人好好的唱首歌给大家听听，让我好好的一枝独秀，真的一枝，但我不是要唱一枝独秀，我要唱的是我在搞笑，试着让它掩盖着心跳，边哭边笑边要说着一个人真好。当眼睛散了，忽然觉得热狗快要死掉，你好不好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King 小弟啦。什么又来了？什么叫我又来了？是你们一直要看呢，一直叫我拍影片呢，你们又来了。那天我去看电影，然后我看到奇异博士，刚好我的朋友也是奇异博士，我介绍他给大家认识。奇异博士，大家好，我就是奇异博士。这是什么啊？错，我拿的笔当然就是奇异笔。老板，我要剪头发，我要保持我这个奇异博士的形象，交给你，你是专业的，老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ng 小弟啦。我们学校有一个校花，很漂亮，很美。今天我直接把她带回家了，你们有办法做到吗？我介绍一下校花，就是这颗，这个校花，就是这个校花，我们学校最漂亮的校花，我今天直接把她带回家，揍揍揍，好香。同学，口香糖。干嘛？想给你吃口香糖啊？对嘛，一大早吃口香糖最好嘛。啊啊啊！干嘛？搞笑啊！我告老师，我告老师。最近真的很奇怪欸，爆红之后一堆莫名其妙的事情就会发生欸，有一些很奇怪的厂商说什么要赞助我衣服，寄衣服过来。你们看，我是穿得下啊，寄童装哦。你不知道 King 小弟我身高178，我是打篮球哦。啊，系得这么紧是怎么办啊？太紧了啦，太紧了啦。莫名其妙欸。
天早上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也不是梦想，是我妈妈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ng 小弟啊，不是我变胖啦，是这个特效变胖的啦。今天我去一间饮料店，遇到一个阿姨，我看她点两杯红茶，结果她怎么送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她给我把手整只插在里面，她给我把手整只插在里面，插在里面送过来。我问她说：“老板，这样我怎么喝？”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？她说：“一只手只能拿一杯饮料，那她送四杯，所以她两只手各插两杯。”我觉得很聪明，我觉得很聪明，学起来。以后我妈妈叫我倒茶，我用插着，一次给她倒四杯，多喝水啊！今天上数学课的时候，老师问说，唐三藏师徒四个人一起去爬山，猪八戒跟沙悟净掉到山下，请问剩下几个人？我跟老师说一个，老师叫我站起来，怎么会剩下一个人呢？四减二怎么会是一呢？我跟老师说什么你知道吗？老师，孙悟空是猴子啊！孙悟空是猴子啊！Yo， 大家好，你们知道吗？嘻哈热滚的嘻哈都是跟我学的，我才是嘻哈界的始祖，嘻哈哼吧。怎么样？你们好像不相信我会嘻哈，那我只好给你们一句三字经：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本自远。Yo， 嘿嘿，就是这首歌啊，这就是三字经，送给你。怎么感觉我自己有点像菜头啊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听小弟叫，下次考试了啦，清算考试。清算考试吗？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预备开始。爸爸口袋有50个甜甜圈，6瓶饮料，7瓶养乐多，10瓶可乐，5根棒棒糖，100个面包。好，那这样爸爸得什么？得糖尿病，得糖尿病。满分。清算考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好久不见。我跟你讲，不要整天抱怨自己的长相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优势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困扰，大象也有大象的困扰。不相信你们看，大象就大象啊，有必要甩成这样吗？有必要甩成这样吗？啊，不就大象啊，大象真的有会甩成这样，会甩成这样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ng 小弟啦。今天上数学课的时候呢，老师又在乱问问题了。老师问我说，过年的时候你拿到3000块的红包，妈妈跟你拿走2000，请问剩下多少钱？我跟老师说0元。老师说你根本不懂数学。我跟老师说你根本不懂我妈妈，根本不懂我妈妈，根本不懂我妈妈，她全部都会拿走，说是学费。今天是跨年啦，我跟妈妈说想要去跨年看烟火啦，妈妈说我未满18岁不能去看烟火。我跟你讲啦，我怎么可能就这样子罢休？我还是看了烟火啦，怎么样？5、4、3、2、1，不会吧？那一天呐，有一个学长呐，很凶啦，跟我说什么啦，叫我去看啦，去校门口看啦，看他改车啦。我也会改啦，我改棒棒糖啦，我改棒棒糖啦，我改成 LED 啦。那一天我跟我阿嬷去市场的时候，有一个正义魔人跑过来跟我说，小朋友，你对你阿嬷讲话要有礼貌一点，不要那么大声。你知道我跟他说什么吗？我跟他说，我阿嬷耳朵不好啦，我阿嬷耳朵不好啦，不然他听不到啊。正义魔人哦，就要那个做不爱做的。没错，年轻人做不爱做就是怎样，你是看不到年轻人16指肠在痛的。